对，说我手术完之后如果没有鼻塞，没有鼻塞就没有病，没有病就没有人愿意吐。躺在病床上，鼻子上还贴着纱布，看起来相当虚弱。YouTuber 阿汉刚做完鼻中隔弯曲手术，没想到粉丝关心，万一手术好了没鼻音，那阮月娇这角色模仿不出来怎么办？都流血了，你还在管说说有没有人愿意跳啊？人要永远都在呀、啊，愿意跳在呀、啊。阿汉在原教就在没被关心病情，阿汉反倒录影片出来澄清角色没问题，术后还是能阮月娇一秒上升。阿汉养病中不让粉丝感到孤单，还有新片可以看。这些衣服都很好，你看了、啊，他们几件也不错啊。出来那边约你要出来看衣服啊，跟我说什么不要。阿汉一人分饰两角，模仿带女儿吃喜酒前挑衣服的妈妈，而这个妈妈就是房东阿姨。那个太死气的，还有裙子，你下面呢？你那个裤子换做狗的，啊，人家看到才会知道你是美女呀、啊，太淑女之类的。那穿那个短裤，我跟你。拿起蕾丝少女款上衣，强调是名牌，让女儿超傻眼。搞笑对白呈现长辈参加婚礼一定要盛装出席的传统观念。上架不到一天，吸引300,000人朝圣。没想到大家的童年都是一样的。TVBS 的新闻，上面是洪廷泰报道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。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